有人说他是老家进来一滴钱，像避避风头。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，却没机会展露。有人失去了自我，手足无措，四处漂流。有人为了梦想，为了三餐养家糊口。他住在阴角，如今残破的旧时光。夜里拥挤的大楼里，堆满陌生人，都来自外地。他埋头写着履历，怀抱着多少憧憬。往返在东山林好公路，内心盼着激情。注定也不想不堪回头梦的遗憾。放下了梦想，要毅然决然去流浪。手中盛着一碗热汤，浓烈的温暖着内心里的不安。